个龙龙，我三个寿司。说三姐，说是三姐。三姐是谁？三姐，哎，我是四妹乱了。我是家族，我这一家人，我汗流浃背。欢迎来到我们的六五零家族小课堂，这可是六五零家族第一次小课堂。首先，我们测评的第一款小游戏叫做“倒放歌词猜歌大赏”。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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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就咱哦，你放呀！咱就走，咱就走。你是靠你嘴说的？靠嘴说呀！哎呀，我的妈！我的妈！咱俩真简陋，这时间都是哪个音乐？我就那拿这题给大家。说走咱就走，你我全都有。那我会说啊，说来第二个，来吧，行，来来来，来，好，你欢喜偏偏偏偏偏喜欢你。OK， 许清老师更快一点。好。积分啊！哎呀呀，还积分呢！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一家人就一分。你们有积分的那劲儿？开启我们家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分。我们都是0.25分，我们永远是在一起。我们是在为家族争光，不是在为个人的。对，懂了。好，下一题。天这望步四步三步两步，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周杰伦。要把这句歌词唱出来。周天周一步两步两步四步望着天，周杰伦心情。好，下一题，向岸走深，孤你爱，爱你孤身走暗巷。陈奕迅，陈奕迅，孤勇者。下一题，厚实的脚轮有没风？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哎呦厉害！哎呀，当冬有当当当，许晴对了。嗯，好，下一题，夏洛兜全雨大，就让这大雨全。哎呀，好厉害呀！我差点说夏洛特烦恼，有泪。容祖儿，下一题，由自爱。纵放机，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这是啥？海阔天空。海阔天空一样。对了，好，下一题。朗朗光目你，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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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头望，我光朗朗，我回头望，刚好我回头望，你目光朗朗，啊，刚好我，对。OK， 小赖，嗯。啊，这不是加给你的，你也挺随意啊，你行，你也挺随机呀、啊，你这个分加的、哎。我知道，我也参与一下。谁让我后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参与了，有体面。好，下一题，走上岸再哥哥。哥哥哥，你爱上的纤夫的爱，尹相杰。对，是吗？哥是。妹妹坐船头，哥哥你爱上走。嗯。小辣又是爱小辣，哥哥说出了纤夫的爱，行，一家人来吧，一家人不分你我了，真的。好，下一题，不搅的迎亲，舞跳下光月。啊，月光下跳舞，王鹤棣，月光下的海边探戈，海边探戈，哎呀，还得是琴，还得是妲己，还得是妲己。妲己是称号，只为他一个。你是真偏向啊！我发现了，对的，完你不是随机，你就是向着辣姐。他买好了宣传点，就是这话题词，他们已经想好了，还得是妲己。那补一个，不管谁答出来都是辣姐。海边探戈，海边探戈，我还得是妲己，还得是妲己。对了，嗯，唱出这句，唱出来。月光下跳舞，轻盈的脚步，好，就是这样。壮雄武威你，操妈的汉子，你威武雄。他妈的乌兰托呀！哎呦，岳父，答对了。那我不知道，你还是嫁给哥。没事没事，这个谁唱的都行。那要不结束了，公布。那要不嫁给我吧。好的，第一局我们的倒放歌词猜歌大挑战结束了。我们公布一下最后的。恭喜略琴。我们三妹最棒了。下一个游戏叫做冷笑话攻击烂梗大挑战，来来，接下来我们六五零家族的四位兄弟姐妹将会轮流抽取到烂梗攻击卡牌，我们抽到的这位玩家将会首先进行攻击，三个防守方不能笑，攻击好笑了算输对吧？笑了他就得一分。好，来吧来吧来吧，那这事儿必赢的。我这回我讲完不笑，我用我的语言节奏行打败你。行，来。靠节奏啊，靠节奏，你可以看一下再想一想演绎怎么演绎，就是说哎呦就说刚刚表演了一个吊凳，你看笑，他笑了啊，就说他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他说请问一朵花为什么很好笑呢？
因为他是笑话了。不是，因为他有梗。没啥意思，这是出于善良笑的。这个笑话没啥意思，你们这也不能这么整呀，这啥语言节奏都行。得一分吧，我也得一分。我也笑了。哎呦，我这也太厉害了。请问一下，迪迦奥特曼是哪里的？东北的。东北的，我迪迦。因为我迪迦在东北。下一个。我这也有意思啊。啊。说黑猫和白猫去蹦极，白猫蹦了，黑猫没蹦，为什么？因为黑猫是警长。真厉害，因为啊，黑猫警长。然后了？因为黑猫紧张。啊，紧张。都笑了。笑了，笑了，笑了。我看一个，我来一个。哎呀，雪琴这个考验节奏了。你是用智商的方式呢？用我的方式，我他妈用一个智商的方式啊！青年问禅师：“大师，我怎么才能悟呢？”禅师给了青年一个桶，平时没事就摸一下。禅师说：“多么桶的领悟。”啊，多么桶的领悟啊！哎，这个好。猫会喵喵喵，狗会汪汪汪，鸭会嘎嘎嘎，鸡会什么？咯咯咯。机会要争取。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笑话是不是哥哥写的呀？太像我的。那太像你的包袱了。来，我整那个实证的啊。哎，这也挺逗。有个姓铁的老头，然后他从来他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老铁没毛病。老铁没毛病。我笑了，都笑了，我也笑了，我笑了。哎呀，智商这招还是好用。老铁没毛病。他是没毛病。要不你活得快乐呢？我想退出六五零家族。你也想退了吧？咱俩一起吧。你们要不六五零兄弟俩吧？不是，你们没听明白，他是没毛。没毛，所以光头吧。三姐，笑啊！我笑了，我笑了，太成功了这个。哎呀，这好，香菇想杀死橙子，就真的杀死了，为什么？因为心想事成。嗯哼，香菇杀死橙子就真的杀死了。香菇我要公布答案喽。行，因为君要成死，成不得不死。哇，这真太冷了。雪琴赶紧抽。我现在想捧场的笑我都没有抓手，没有抓手。雪琴赶紧抽。你要不退出吧。这个挺难，这个啊，来啊，你看你们谁能说出来啊。请问美人鱼、白雪公主和灰姑娘谁最会开车？谁最会开车？开车。哎，美人鱼。为什么？因为她没有脚可以一直踩油门。他拿啥踩油门啊？没脚。没脚。拿尾巴。那咋拿踩啥？拿他踩啥车呢？灰姑娘。大哥，二哥好凶啊！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说妹妹？这个家庭不能老这么依赖。谁最会开车？公布吧。美人鱼。因为美人鱼会甩尾。就是说那个车呀，它不是有个甩尾吗？好，结束了。一个技巧，美人鱼不也会吗？不行，我再来一个。老公姓黄，老婆姓马，那么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姓李？因为皇家马德里。下一个。丽丽唱歌总跑调，但是只要去旅游就变得好听了，为什么？因为丽丽原上草。因为他是游客丽丽。你知道奇异博士前传叫什么吗？奇异硕士。狮子生病了，去医院检查，医生建议他拔火罐，你知道为什么吗？狮子湿气太重。对。这我知道了，这游戏谁猜出来谁乐呀。不
公布成绩吧，公布成绩吧，公布成绩。来，我们恭喜，这是谁呀、啊？龙哥赢了，果然是龙哥的领域，龙哥擅长烂梗，老铁没毛病，恭喜哥哥。好嘞，最后一个游戏、叫做“信不信由你”，每一位六五零家族的成员可以想一个自己人生中特别夸张或离谱的一件事情。然后编一个故事，或者是真的哈，可以是假的，这个由你们自己决定。另外三个人，可以去猜，大家就觉得是真是假就行。来，我要编一个，有你再编一个，我猜是假的。真事儿，真事儿，真真事儿。在我小学六年级一个下午，我就看着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脚掌，我往上一看是奥特曼。哎，那个奥特曼在家在哪儿？对，我问他了，东北是吧？那他是迪迦，他姓迪，迪迦奥特曼。你们猜吧，我感觉像真的，我感觉也像，像真的。来，最后作答了，三二一，真的假的？真的。错了错了，假的。啊！我编的。二哥来一个。我这个之前讲过，但是确实是真的，但很多人不相信。行。我曾经被邀约参加过《阿凡达二》。啊、哦，是这我是感觉是真的，你挺像适合的，你都不用化妆，你省特效了，而且是卡梅隆亲自邀请的，对对对对对，真事儿我猜是，啊是真的，你看看，好、下一个，六五零家族呀，苏大爷吧，徐启成 and Hot Wong Shiru， did I say it right？ I hear you might be perfect fits。To play Navi characters on Pandora. Should I consider you for one of the upcoming Avatar sequels? 我来一个，行，就是我小的时候数学其实特别特别好。嗯，有一天吧，有一个鸟，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猫头鹰啊，就受伤了，落到我家里，然后我就把它养起来了，养了一阵儿，我就把它放走了。他走了之后我就开始发高烧，发了好多好多天的高烧，从那以后我就数学就变差了。假的。你数学一直很好，不是，就是跟比那时候比，不是跟你们比。哦，那好像跟过去的我比，那可能真是越往后学越难了嘛。假的，他那时候肯定认识猫头鹰。行，假的。我觉得是真的，真的假的？公布吧。假的，演的吗？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说啥你都不是。是这样的，哎、这个事儿不是我的，我有个朋友就是你。捡到过一只猫头鹰，行，完另一个朋友数学不好，我给他然后结合了一下，对，你来吧，来吧，就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给我的娃娃做衣服，有一次我就坐着坐着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那衣服就做成了，完我就特别，其实我说谁做，问我妈，我妈也不是她整的，完了我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哎，我又要给他做衣服，完了、我就把那布我就放那儿了，翘一只眼睛我就瞅谁搁那儿做呢，完了是，他自己搁那儿缝呢。哎，指定那这是谁搁那儿缝呢？是那个现编的，有漏洞啊，有个猫头鹰过来了，卡梅隆给剪的，那个猫头鹰边做数学题边缝，这肯定真事儿啊，这百分之百肯定真事儿，因为细节有，主要是有那细节，真事儿，来吧，公布吧，假的呀，哎呀，假的呀，哎呀，哎，这哪是假的，谁是真的，谁是想的是假的呀，公布最后结果。恭喜汪峰获得这一轮游戏第一名，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六零家族小课堂见，拜拜拜拜。刚好天气晴朗，桃花又开放，刚好安静的窗，落一束晨光，刚好你的脸上又温柔荡漾，刚好人海茫茫，我们正相望，我们飞越浪漫的开端，是善意融化了铠甲的冰。
冰川，看浮云，看飞鸟，看落日渐浅，看这烟火里藏着的那一个人间。曾经向山谷偷偷许下心愿，也面对大海轻轻说过抱歉。笑声漫过森林、孤岛和火焰，在雨中拥抱吧，当作今天的纪念。大好悠悠村庄，炊烟袅袅。